要一起玩，要跟朋友一起玩才好玩。所以他到底在玩什么啦？我感觉好像是闯关之类的。闯关呢？要互相帮助闯关这样啊？对对对。好像最多可以几个人玩？我不知道最多可以几个人呢。问我不用退去啊？他没有退去。好吧。内测吧。我开始嘞。选择个梦境。最多四个。我邀请你们两个了。好。有了。哇！为什么你有 skin？ 啊哈！你看我很可爱吧？你有 skin 啊？为什么你有 skin？ 很可爱吧？为什么我倒在地上起不来？为什么我倒在地上起不来？干嘛？干什么？知道你在干嘛？放开我的手啊！喂喂，别抓我啊！我去用 skin 哎、欸，不是啊你！哎、欸，你们两个这样有点脏哎、欸，走开走开！这样我再等一下再进来，那我要用 skin、欸。哎、欸，那谁？怎么用 skin？ 对啊，你们去用一下，他可以选很多图案。这个是谁啊、哦？可是我不能出去啊。去啊！哎、欸，不要拉人啊！你为什么可以拉人？可以啊、喂，可以拉人啊！怎么啦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哥哥！左键是 game 的。为什么可以拉我？拉你看看。哎、欸、呀，你看这好像很好笑。哎、欸，怎么拉我？你是用遥控器的？我用摇杆啊。啊，我没有用摇杆哎。就跟你说买摇杆了呗。哈、哦。可我不会拉人呢、欸，那我躺了。买摇杆啦。他刚没有教我啊。嗯。啊有！哎、欸，我看到，我拉你看看。你要不要出去？买摇杆啦。换一下装备。可是我出去，我出去你们就断掉了。我们一下同胶。好、啊。下去，直接怎么用？怎么用？播一个很奇怪的歌啊！对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是定制好好、哦？哎，我看到了，编辑。我靠，帅哎、欸！为什么之前没有？你要不要玩啊？还可以再加一个哎、欸。不要跟我长一样哦！啊？谁不会跟你长一样？我是独一无二的。什么宵夜？你在说什么东西、啊？你讲梦话吗 ？Upper body。哎、我们可以选狗 啊！你加字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就这样，它就头跟那个，头跟身体。不用再说呀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好可爱的游戏哦！红尘。
不能一次给我选颜色吗？不能一次选全部选颜色吗？你们还有人要玩吗？没。叫一个看看要不要玩，但等一下啊。啊。红尘，哎，红尘，好了，咬你们两个。哎，为什么我不能选？呼呼，You just grabbed an instructional video. Hold it tight. Great. Whenever you're lost or otherwise in despair, look around for such remotes. 秒颜色太诡异了。You just grabbed it.Johnny 快点啊，随便选啊。Johnny 进去了吗？进去啦，丢你啦。过来。耶、yeah. ，好了 ，perfect、嗯。这是长这么丑？看，我是彩虹圣诞老公公。把水下去。我来了。你应该不见了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刚问我朋友，他那时候有没有买。哦。刚谁拉我啦？好像穿黄全黄色衣服拉我。我就是我。全黄是你啊？怎么操控？哎、欸，而且为什么刚刚你们可以用两手？哎、欸，你要过肩摔哦。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把人家扛走？哎、欸，这是救人游戏不是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啦，过关过关过。好，我们来怎么走 ？A 是跳嘛？对啊 ，A 是跳。然后 R2 是右手拉人。R2？R T 啊，就 R T 啊，就 R T 啊。R T 啊。Great.Whenever you're lost or otherwise in despair, 哎，别偷抢人家的东西好不好？哎，我很难拿起它。They will run into every door they encounter. 哎，我怎么起不来？按 R， 按住就起来。它可以奔跑吗？不行。哦，捡这东西要干嘛？就是一直往前走。啦啦啦啦啦啦！哎、欸，死老头，帮我捡这箱子好吧？干嘛捡这箱子？你要干嘛？我不知道啊，他等下可能会有用吧？怎么捡？按 R T 啊，按住。哦。他干嘛一直显示那个字啊？因为拿住他就是教学、啊。哦。不要干嘛？装死！哎、欸，怎么爬起来？他有时候倒下来就不知道怎么爬。你按 X 就会倒下来。哎、欸，不要踩我！按怎么起来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哥哥。我帮你扶起来，哥哥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帮你扶起来，哥哥。
走路走路快点。这边拿砖块要干嘛？他对啊，这要干嘛？他是浇雪，他是浇雪。可以丢丢吗？可以丢掉，可以丢掉。不是我说丢纸。啊，忘记我的右键坏掉了。难怪我的右手举不起来。你那滑鼠还是没办法用。对，后来又坏了。没，那、啊、你有插新的上去吗？没有。我只有左手能用哦。哎、欸，这是空的、欸。哎哎哎 ！Never will。下一关，下一关、哦，下一关了，下一关。这个有这么安全吗？这个游戏很安全了。应该是不会死吧？我感觉可以搬椅子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没有，跟我一起搬椅子吧。不用，不要浪费时间、啊。那个后面吗？那现在在干嘛？就要一直往前走啊，想办法往前走。我记得是这个吧？这边。哎、欸，这有个门啊！对啊，把这手搬开就有个门啊。啊，就这样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对啊，后面会变。把这个拖开吧。咦？哦，是从这边拖。拖错了。哎、欸，别这样，我只有右手而已哦。哎、欸，谁、欸、在拉我的车？你拉错。应该有枪的啊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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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可以直接跳过来吧？哎、欸，阿仁呢？爬啊！啊，怎么有一个人呢？哎、欸，不要上去！我在这，救我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拉我、啊！起来！不然不然拉到你的屁股了！给我写的节目！在干什么？白痴！所以那不是啊，谁可以帮助我的左手升起来一下？那怎么爬、啊？上来了啦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哎、欸，拉我一下啦，阿公阿公，我只有右手可以用哎、欸。你拉我的手干嘛？阿公，拉我，拉我啦！快呀、啊，你手不要拉住啊！阿公，快点啊！你怎么卡住了？快帮我拉上去啊！我在拉你，我已经在跳了。我也在拉。阿、啊、不然你拉我的头，你先拉我的头，你拉我。我两个都好了，拉我头，我在下面推你好了。哦，从旁边走上去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拉那么拉的啦？我推你上去，推跳跳跳跳。哦，碎碎碎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一只手残废了。这我好像上不去，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。你要上来、啊，你要拉。我卡住了，我的手卡住了。先帮你们拉火车哈。手举高啊！手伸起来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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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爬上来，他爬上来，干我脸，我脸被扒。你知道这怎么爬、啊？哎、欸，这怎么没有游戏音乐啊？有啊。对啊，超安静。有啊，我有啊。对啊。你是很平静的音乐，很平静。对啊。啊！我怎么变这样？我、哦、知道，从这边，从这边，不要拉我啦！我们来跳舞吧！不要拉，不要用我的左手，不要用我的左手。哎、欸，现在干嘛、啊？现在干嘛、啊？上去上面。欸、不对不对，要上去红色的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脚长得奇怪啊？我脚趾头哎、欸。现在才发现我的脚趾头。不是啊，哎、欸，帮我拉，帮我拉过去。好啦，不用吧？可以啦，好像要缠过去、欸。不用从上面就可以了，你拉墙壁啊。
哦，不要开门哦！哎，推回来，推回来！你可以跳过来吧？不行啦，这不能跑步。哎，可以，可以的，可以跑步啊！跑步啊！刚我跌倒了。哦，用墙壁就可以了。对啊。我要怎么起来？按RT。哦，那你就是老公啊，没？阿公啊，行较紧的哦。等我一下。欸，太远了吧。不要给他，不要给他，不要。跳过来，跳过来，跳过来。跳过来啊。可以吗？那太远了啦。欸，坐在那是怎样？过来啊。可恶。哇，欸，你可以跳欸。哇。哇哦，高超技术呢！不要挤，不要推挤，不要这样子抢。我先去买摇杆啦。好啦。你买360的就好了。对啊。你上次传给我那个吗？应该是。可以接电脑，你不要不要买到只能接 Xbox。好，你要买能接电脑。欸，跳过去吗？我跳！掉了！哇靠！要再爬一次。啊！欸，阿公啊，你也冲阿伟啦！来干嘛啊？我在健身。来呀、啊！欸，干嘛？过来啦！我们分开呢。欸，那走过去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欸，还是直接爬这个啦。欸、直接爬这个好了。哪一个？爬不上，爬不上去了。帮我拿电风扇好不好？电风扇转过来。你在干嘛、啊？推我上去，推我上去。抽血啊！推我上去。你还是可以蹲下吗？不行不行，都不行。拉住我。我先放开。你们两个是？干好拿这个数字太细。这是，哎哎，弓被叼走了。对啊，弓被叼走了。啊！哎哎，来哟、哦！哎、欸、哎，我要再走一次。是爬上去吗？爬不上去啦，要那个。我没有要用这个啦。啊，不是，刚不是说那个？可是要拉过去啊，不然大家都上不去。让大家一起行动欸。欸欸，谁在跟我拉扯啊？心在跟你拉扯。这边呢、啊？可能。老西啦，公啊。公啊，那走。对我来吼。好，走嘞。走。可这样掉下去就要重来嘞。对啊。这好麻烦哦。哎、欸，做事啊，做事啊！我要做什么？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拉你吗？跳好跳好跳，一个一个跳，一个跳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别骑我、啊，哥哥。跟你，哎呀，你搭个肩。啊！我要掉下去了。冲啊！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！ 哇，我破关了，破关了。对啊，怎么？这是一个人生人要讲话的游戏。不要推下去吧。哦，下去啊你！我决定我要来放个音乐了。他这个游戏很安静啊。我把主音量关。他现在没有音乐啦。对啊，而且他特效声都没有哎、欸。有啊，有音效声吧。就是、都没有啊，我完全就是很轻的声音啊，就是走路的声音啊。哦，开门哦。放什么音乐？完全没有哎、欸，推下去。哎哎哎哎哎！
好了。啊，他拉着箱子哦。OK。我很有可能会把这箱子推下去哦。哎，你的手扭到了，先生。现在你的手扭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手会变这样？哎，撞你！手回不来。哎，撞你看我的手。你怎么用啊？我不知道。回不来。不要让他上来！不要让他上来！赶快走喽！哎，我。哎，你看我会跳舞哎。我看，为什么？你怎么跳的啊？摇杆的。别一直用使用摇杆这种东西哦。哎，要干嘛？要上送上去啊？上来啊！送货工，上来啊！你拉我脸干嘛啦？谁家眼睫毛那么长？谢谢哦，我有去种过的呢。哎呀，带前面拿着箱子带我。你行啦！谁啊？带我啊！你从前面拉、啊，哎哎。到底在看什么？上去上去！哎，你开始靠近我的屁股、哦。哎呦，哎，不是啊，人踩上去就好啦。啊，不是啊，会人、啊、会人过不来。啊，把又下来了。哦，对哈、哦，哦对哈、哦。干！干！再按一次。好了，赶快啦。哎、嗯，拉错了，正好我在这边等啊。那我直接在门口等。走，预备，过来，预备，起。好多蚊子、哦！哎、欸，董子什么董子啊？你超大声的啊！你要董子董子吗？还有个一丁。哎呀！哎、欸，不对，哎、欸，对。一大队，三位妹，那。做事啊，快点啦、啊！哎、欸，你怎么会自己上去？下来！哎、欸欸，我要送我们还没上去哎、欸。好、欸哦，可以了。哎、啊，另外一员呢？这边啊，他在上面了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？他叫什么啊？啊、好少，他叫什么？怎么变好少啊？不是啊，那个叫什么？阿达、啊、那个，终结棍那个叫什么？小龙，李小龙、啊。周杰伦。对，李小龙啊，不过来是跳舞。没有啊，你要把那个送过来啊。送货。啊，是送过来哦。啊、不然嘞。要拉墙壁。要怎么拉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反作用力啊。哦，所以拉到另外一边了、哦。哎、啊，我要掉下去了！哎、欸，不是拉我的手啦！啊欸、箱子要掉下去！哎、欸，不是拉我！走路！我看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按下去。
哎、欸，我手，我干，我手，我再把车拉回去。哎呀，按个电梯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这边顶住啊！阿 B 好像没有用、哦，哎、欸，我被电梯压住，我被电梯压住，哎呦，预备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上来 ，Go 啊！你要按指呢，不是按，哎，这个掉了，来，再去，来。来哟、喔，送货的来喽！不然我抓住这个好了。哦，好。不是啊，你，好，可以。就他好像一直要掉下去了。我要掉下去了，白痴！好了，好，这样可以。哎、欸，快、欸、快！哎、欸，需要我拉你吗？可是我不会拉人哦、喔。你上去就好了。我们要下去吧，我们要下去吗？跳着好了。等一下，跳着好了。哎呀、啊，我下去。干，很喜欢被电梯压，是不是？干，如果是自己玩怎么办啊？这不是卡住了吗？重来啊！哎、欸，别骑着人家走！预备！哇，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哎、欸！呀哈！会有魔王吗？不会。哎、欸，干，我掉下来了。重走吧。干，我掉下来了。这掉下去就要重走。这是要干嘛？掉下去就要重走。有蛋鸡嘞呢。我绝对不会等你的。有蛋鸡嘞呢。呀哈！哇！哇！啊、哇！哎、欸，阿公啊！阿公啊，从这边直接跳。哇！哦呦！跳这个、啊，呜呼！喂，看我掉下来了，嘿可以直接拉我上去吗？你来啊！来啊！在哪里？下面。来啊！在哪里？看他爬不上，他没办法用抓的抓上去。对啊，你双手举杠，然后跳，然后往摇杆往下压，就可以爬上去了。摇杆，来。我只有右手哦，这样啊、哦，只有左手。卡！哎，后面那个李小龙还不帮忙？快！李小龙，快拉我的头！李小龙的头！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我在，哎，我来，快拉我的头！哎、欸！就抓一下你的脚。哎、欸，你只有一只手可以抓哎、欸。对，抓脚，快先抓住我的脚，你还没等他一下，等一下，抓住我的脚。哎，快，有吗？快，这样。往上举，往上，哎、欸，有，抓到了。废话，直命拖，抓不到你，太重了。你要蹲吗？你蹲下、啊，怎么蹲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能蹲啊，不能蹲呢、啊。这什么鬼变啊？哎、欸，原来有感觉，你趴着。哎、欸，你趴着，你先趴着。看，怎么走了啦？怎么那么好笑啊？这里可以走，这里可以走。为什么可以走那边？
这里啦，好好笑啊，这里就好了啦，虽然我都躲过来了，我要走无障碍坡道啊，我要从那边跳过去，哦，干你娘嘞，我掉下来了，欸，其实这边就可以上去啊，谁叫你那么老，这边就上来了呀，你看我动作，你看我动作，这样，那边上去，火星这样，我没办法举双手，哎，我只有右，我只有左手而已，哎，左手，那你上不去啊，当然上不去啊，哎，我左手起来了，我左手起来了，哎，不要拉我啦，你右键好了，哎，我对板好了，哦，有了，干什么东西？哎，欸，按，啊，你右键嘞，按，啊，你的左手嘞，突然又好了，欸，没关系，我去找我的路。哎，欸，你的嘞？我有我的路。没有，这边比较快啊。哎，欸，是要先跳再抓啊？快啊！我上面呢？哦，好上来啦，神奇啊，欸，结果你还是走原路哦，对，哎呀看这样下去，哎，可恶，这就是用可怜的花束啊，你的右手残废了，跳啊，没有人都跳啊，哎我的右手，我的右手，我右手，右手起来了。你在什么？我起来了。好痛！有。哎，你为什么手双手举这么高啊？因为这样可以直接爬上来啊。对啊，举高，我不知道滑鼠怎么举高，欸，爽，没有，对啊，我现在没有，你就往上啊，你手，你左手往上，然后，哦，往上看，往上看，有 feel， 抓住以后往下看，有 feel， 哎，欸，我的帽子等一下会掉啦，冲啊，不要再掉下去了，冲啊。冲啊！冲啊！欸，玩这，有了，全身都流汗了。到达一个定点了。欸，介绍，欸。这砖块到底要干？攀爬。This instructional video was prepared for anyone who does not feel high enough. 他教先教你怎么爬，你先往上看，往上看，然后再往抓住以后往下看，他就会往上爬了。对啊，单手不知道行不行，欸。好了，这样也可以了。那怎样？我抓他的帽子。在干什么？有人就一直抓到奇怪的东西。往下看，往下看。哦，原来有。你要先往上看，然后再往下看，再往。有。哦，有。Climbing higher.To get even higher, you need to jump before grabbing the edge. 可是他刚好抓住边缘，对不对？对啊，
你要是抓下一层，就是刚好抓到那个边缘，它才能爬。哦，有有，好像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到最上面。不用跳，不用跳，你往下看，你往下看。Hey guys， 抓住以后往，抓住，对对对，然后往下看。Hey guys， 有，我已经最下面了。可是。可能你的，你推我屁股，你右手没办法，右手没办法，我们右手没办法处理。哎、欸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他下来。哎、欸，其实从右边跑就比较快。不是哦。对啊。手举高，到底手举高，然后这样跳就上去了。哦，跳哇、啊！跳。跳跳有跳跳，然后抓，对对对对哦，有有有有有哦，你的右手是时好时坏的，对，我右手会突然好哦，举可以，哎，好好玩哦，有有有有有有，哎，赶紧要掉下去，最下面吗？啊，哇啊啊，我看一下你，我也掉下来了。爬这个，爬从这，从右边爬，从右边爬，爬右边。要跳嘛？这个要跳的。跳要跳。哎、哦欸，我右键居然好了、欸。往下看。行吗？可以。可能有时候你只有一只手啊。对、欸，往下看，往下看，你看抓住以后往下看。有了，哦，有了。因为有时候突然我的右手会突然往下废掉。他背力很好哎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有有有有 feel 有 feel。他背力很好哎、欸。看，超猛的。扳手哎、欸，告诉你们。来做运动，有，看你能拉几个啊？我可以拉，我可以拉整个晚上。哎哎哎哎哎哎，有了有了。哎、欸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、欸，哥哥，我的帽子。哎、欸，这边很窄嘛，这边要小心。一个一个上去好了。我要从墙壁这，你走那没关系，我走这。不是啊，上面平台很小哎、欸。啊？啊！踩我的头，踩我的头。Yeah! 有有有 ，feel 有 feel。Yeah! 我的右手。这才是爬山嘛。我的右手果然。呀、yeah! ！上来了，终于攻顶了。终于不会让我失望了。攻顶了，攻顶了！我快上去了。我攻顶了，我攻顶。等我快上去了。我上来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？攻顶了，跳个舞嘛。哎、欸，有哦。耶！跳什么舞的、啊？开关。跳什么舞、啊？芝麻开门。跳什么舞？芝麻开门，快啊！不要阻止我啊！推这边嘛，推，不是啦，推另外一边啦啊，推这边啦哎、欸，这边有缝哎、欸，这边有东西哎、欸，推这边啦还是要跳过去？不是你推这边，然后爬上去。对啊，我感觉是要跳过去、欸。过。白龙哦，直接往上爬，快拉我的头，快拉我的头，我的头上哎、欸，拉不起来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，快去接他，快去接他。哎、欸，可以用。哦，我知道怎么诀窍啦，我知道怎么用了。
哎、欸，根本不用上来啊！白痴哦、喔，这边就有个洞啦！白痴、啊，不用上来、啊，白痴，搞了半天，这边就开一个洞。没有，上面有东西啦。上面有什么？另外一边啊，那边有东西啊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密道哎、欸！不是，重点是你要从另外一边过去啊。哦，我以为从那边跳下去、欸。你要从右边右上角那边过去啊。不是从那边跳下去哦、喔。不是啊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这还是要上去要。所以这个门到底是糊弄我的。右手。哎、欸，这右手实在是不错。跳抓。小媒体，等一下，你可以抓我吗？你果冻长一堆蚂蚁，你撑上来，你撑上来，果冻长一堆，怎么撑上去？往下看，往下看，有的右手已经掉下来了，你的右手就废了，对，抓我，我这样没办法抓，你要撑上来，可是我在跳嘞，怎么撑？哎呀，往下看，双手抓有，往下看。我的右手现在不举起来，我抓不到，我右手举不起来。有抓到吗？右手没有，没抓到你，太难抓了。没有抓到。右手还废着吗？对，右手不能动。啊，从另外一边，哎、欸、有，抓我，快，我的右手在动了，快点。对，啊，刚刚掉下去了，哇！你先上去，你跳，你从这边跳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个嘛，再跳一次，哎呦，不要动，哎，有了，哇，厉害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难了。这个爬山游戏啊，你知道怎么过去吗？这个如果没有右手，我可能也不能玩欸。欸，这边要荡过去了。嘿呀！对啊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怎荡啊？太夸张了吧！这边有个洞欸，这个洞要干嘛？应该我觉得是没有用的啦。没有用。拉前面一点。拉前面。拉。不要把它拉出去吗？你要荡过去啊！把这个拉过来吧。欸、拉过来这里吗？把这里吗？欸、我这边吧。哎、欸，这里吗、哦？你们这边也可以啦。这边让、啊、我们。哎、欸，他掉下去了。我们这边就好。你这边也可以啦。抓绳子、啊欸。我们一起吗？一起吗？不是一个一起荡，一起过去啊。哦，好啊。哎、欸，你右手又废了，你右手又废了。没关系，一手抓吧。我是独背，我是独背。一起过去，一起过去。好，好，一二三，走。哎，啊，过不去啊！过不去啊！哎，不是啊，过不去。哦，哇，过不去啦！哎，还要回到这边嘞，超级的。干，他要回到这儿，搞毛啊！又要爬一次，所以刚那是不是要一次一个吧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应该是拉前面一点的那个数字，那个什么？我觉得一次一个、欸，哎，不然试试看，不然太重了。干，哎、欸，你手举得很美，你知道吗？你每次举得很美，哎、欸，不是拉我的头、啊。跳抓！喂呀！我想喝水。哇！撑起来，往下看。耶！真是我的好右手。哎、欸，小心！哎、欸，你手举的真的好美哦。超标准、欸我。我可以这样。对啊。嘿。超标准。你是单杠高手吧？
哎、欸，你根本没有靠近啊！哎哎、欸欸，老公，哈哈哈哈哎，你是开外挂，你屁股跑到前面来了。欸、你屁股跑到前面来了啦！我操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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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要跳过去吗？我来，我试试看。跳过去抓，中啊！哎、欸，你抓到了、欸。等一下，可是你要怎么荡啊？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下去了？应该可以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下去的？他抓到尾部，跳过去抓。他绳子刚刚怎么没有在树枝上啊？好，又跳下去。哎、欸，他等一下荡过来的时候，去抓在他的树干上面，这里。啊！白痴！你抓他的树干上面，好像要拉短一点。没有吧？我觉得拉尾部可以晃最远。他可以晃啊、哦？对啊，对啊，好像可以晃啊。哎，我只能靠我自己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靠，哈比比克，那我怎么抓啊？超能到预判哎、欸！你还在荡啊？没有，换我了。哈，他过去了。我过去了，我过来了。哦，我抓到了，太强了吧！抓到了。完了，你们可能要等我了。荡可以荡出力哦，可以啊，你就一直往下看跟往上看，就可以一直荡了。哦，阿公，你手要没力了吧？往下看那跟往上看哦。对啊，不是前后、哦、啊，就是你的前后啊，也可以啦。阿公，我可以上去吗？哎、欸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你在等我吗？我已经上来了，对啊，我是想要跟你一起荡啊，看你可不可以抓得到。你们刚怎么抓的？一样吗？就跟爬的时候一样，双手举。等一下，下一次哦，准备跳抓，欸、跳抓啊！是、欸、你的呢？你有抓到吗？啊、没有，啊、完全没。我完全没有碰到的感觉，我完蛋了我。你啊，有那么难哦？定了。穿多蚂蚁啊，杀一下。那我在这边等你好了。定了。你穿多蚂蚁。我很快就过去。前方全都是啊，一堆。那边。你是睡到昏头、哦？哥哥，快上来啊！你荡过去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在那边等你啊。看到你在努力。我在努力，我右手坏掉了。我想说可以抓住一个墙壁之类的。会不会这边其实也过得来啊？他只能……行吗？那边有点远呢、欸，我看他那个距离。哎、欸，可是可以吧？我抓住了。好像可以耶，可以啦，这边也过得来啊。真假？那我肯定是要走那的。我走山那边看看。可是很远耶，我看他那个距离非常远。我跳跳看。我从我这个角度看起来是不可能。火星，你先上去。好。是说我这边吗？还是没有、啊、他去他再去荡一下你那边，我走看左边。
哎呀，我怎么陷下去了？因为我觉得火星不会，火星不会一次成功。对，我也觉得我不会，那里我不会。我拉住了，我拉住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哦，我想试着看左边啊。可以啊，左边应该可以吧？跳就跳过来啦。行啊。对啊，左边跳就跳过来了。那你可以好好，你可以过去了。哦，你是跳高处哦。对啊。哦，高处还有等。左边又跳。不然就是走高处啦。右边是比较难的啦。我看到你的头了。啊！跳过去吗？有了！跳快！奋力一搏的跳吧！你跳，我看你跳。你跳。我跳。跳。你说我要跳对面？对啊。哦，可以啊。我来个花式的跳法。好。最好前空翻365度。哎、欸，你还想去接他、欸？哎。哎、欸，我解锁一个拯救哎、欸，荡秋千拯救。走这，我就走那，我肯定过不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？为什么一个人趴着？你这个姿势，走路。跳抓。哎、欸，石头还我好不好？抓我，抓我。哎、欸，他的石头掉下去了。快呀、啊，放开你的手吧！放了。啊，我知道。哦，干！啊啊啊！真的。我先来这里。你抓住我，你抓住我，你的右手抓住。哎、欸，走那边就好啦。赶快快速跑过去吧。快速跑过去。对。你先。我还等。不是，你要过来，你要。我还等人。哦。你先。操！撑起来吗？撑不起来，我现在已经撑起来了。等我这样，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抓、欸。嗨！太低了。可以，有了吧？有。哇！啊？怎么那么快？有！然后是要推这个下去吗？哎、欸，还是爬这个上去？应该是推吧。干什么？推下去。哎、欸，哦，所以还要再坐那个跷跷板上去吧？跷跷板。跷跷板。跷跷板少年。哎、欸。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哎、欸。不行，你要快速跑过来吧。要一个一个、啊。哎，没。可是那如果最后一个怎么办？没有啊，一个一个来啊。快点下去啊！嘿、哦，有了。我来了。你要快速跑过来。跑过去，然后跳。对，跳抓。好。先到最底。好。然后边跑手要升高，帅哦！这个游戏，快点标准！看看我的右手，举起来，跳，成功啦！我右手附件还不错，哎、欸，举啊，哎、欸，怎么挂在这边？又惨了吗？又惨了，没有了，他起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手这举的真的好美哦！看超标准的耶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哎，抬高一点。哎呀，碎！行。快点，我们迈向下一个里程碑了。对啊，这一关好久哦。超久的。我觉得这一关有学到怎么双举了。呵呵，看双举还在打排球。呵呵呵，哎，还要开门啊？不是自动门哦。哎、欸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拜拜。
泡个茶啦。哎、欸，走了走了，休息一下，好累啊、哦。哎、欸，啊，现在是要……哎、欸，你怎么把人家音响这边这个门下去，好像就过关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没了。把音响，哦哦哦哦哦，我这可以打破、哦。我要拿搬沙发。咦，过来。哎呀，所以这没有什么物理可以拿、啊、作用。嘟嘟。大幼女游戏没有更改，还是以下日。我是懒得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流血了啦！终于听到一个音效的声音了。对啊，这是我听的第一个音效哎、欸。音效真的超小声的、欸。可是我看人家玩，他们好像也没有音效哦，好像都是人的声音。嗯，应该是。哎、欸，我要带电视走，谁都不要拦我。电视是我的，电视是我的，电视是我的，电视。哎，别骑我的电视！我右手会举起来打人哦。哎，啊！哎，我的帽子。哦，这又怎样？这又怎样？这什么软垫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一根睡袋，这软垫好可爱。它是不是可以弹跳啊、欸？没有啦，它有、欸、打破这个啦。哦哦，专业专业。哎、欸，它也可以拆这个啊。哎、欸，它可以拆木板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可以干嘛？这根杆子可以干嘛？那个、啊、可以装那个。啊啊哦。哎哎、欸欸，我在这个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可以双手都抓人？给他们丢啊啦！来来来，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。那我来控制吧。我要上去。给我音乐嘞！我有音乐了。啊，我没有哎、欸。就是一个胜利的歌，我只有听到 TT 的音乐而已。哎，要干嘛？就把你们带过去，我把你们带过去。多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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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掉掉掉掉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哎、欸，还是要装那个东西啊？有了吗？哎、欸，还是。这个软垫要加厚啊，往那边加厚。没有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蛮好睡的。没有啊，就走过来就好了。直接过去了。就走过来就好了，扔偏。白痴。哦。白痴。啊，那不然那个要干嘛？哦，还有挖土机耶，帅哦。哦。注意。哦。滴滴。你别走，你别走，阿公，阿公别走，阿公。我也走了。哦，玩的我。可以。呀哈！放开，放开你的手。我开怪手。哇，他可以开怪手。哎、欸。我不允许！哎，你手不要举那么美，好不好？我不允许！不要啦！哎，阿公，别再玩了。带我，带我去。我要坐。要去右边，要去右边吧。还会把那墙敲破、哦你不要抓着他了。哈哈哈，我不能抓他。因为我开启了一条新道路了。嗯。耶，我是先锋者。我感觉另一边也可以去。哎、欸，你这样才叫多久就来了？举手！同时，我的右键
这边是要开启一个东西啊，这边吧，应该一起。上不去啊，那个上不去啊。会不会是那边还有东西？外手不知道，这边有个箱子啊，别跳过去了。哎哎哎哎哎！帮我把门，帮我把门打。哎、欸，哥哥，你玩坏了。赶紧跳！砸坏他，砸坏他！他在打那个玻璃啊！啊，我去拿箱子。为什么打不过？呀！哎，箱子要拿过来。嗯。这还不够重啊！行吗？不行，要箱子。强而有力的右手哎、欸。可以。哎呦。哎、欸，开门啊！哎、欸欸，这块玻璃一直挡在这，走开啦！哎、欸，我的手啊，我的手被夹住了。等一下。不是啊，这些玻璃一直挡住我的去路。我必须把这玻璃搬走。哇，这是拆除游戏，好爽啊！我把它拆掉了。哎、欸，过来，过来。哎、欸，我的手被夹住。哎、欸，你的手怎么？我手，我手被夹住。手被夹住。拆过玻璃吗？对啊，要把玻璃搬开。让我们一人站一边呢、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它关起来吗？它这样关不关起来？你小啊！Let's go, yo, yo, yo. 哦，哈哈哈哈哈。哦。嗯？要荡去前面了。哎、欸，你手又举高了。呼呼。这要有个人踩吗？你可以直接跳过去吧。有。哎、欸，火星，你往右开，往右开，他要拿箱子过来。这里。来，送货咯，运送员咯，来，OK，Perfect，、okay. 完美。哎、欸，怎么抓绳子？欸抓绳子，手举太高了啦！哎、欸，你们这些人动作太标准了。呜呼！不是啊，哎、欸，靠腰，我以为真有路哎、欸。我先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下去了。谁来找你们？哎、欸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嗯。欸、怎么来这了？嗯。Oh yeah。上去啊！上去啊！上去啊！滚不动，上去啊！右手坏掉了。右手要瘸了。上！哎、欸，怎么卡住？哎、欸，别踹我啊！踹我！欸、跳！哎呦！哦。一个，死了！快去救他！兄弟们，
兄弟们 ！OK， 我跳车，我跳车，我跳车，我跳车。哎，阿要干嘛？这是个骗局啊！啊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往回走、啊。回去吗？应该要回去吧。哎，这里可以走啊！给你一个惊喜。这可以走吗？哎，对，那边有个路哎。回去的话，那要走。哎，没有，这边也可以过来。就绕一圈哎。这边可以过来，这边可以过来，要拿那个石头吧，因为它有玻璃要砸掉。可是我已经下来了。你这颗会不会太小颗了？对啊，你拿这颗，我去挑那个。呀、欸，跳过去了。我要去哪里？呀，你那边等，那边等，那边等。我们的李小龙在哪里？我在原点。原点。哎、欸，不能再过去吗？这样嘞？可以啊，你人掉下来了。哦，小心。可是我想说对面哎、欸。不行。就。这感觉对面可以过去啊。其实这里还有个地方可以去啊，这里地方还有个地方可以去。哎，好像可以过去。啊！我下去了。我猜猜看。啊！哎，我又回到这边了。嘿嘿嘿。你现在哪？是因为你那边可以有路吗？我是在想另外一条路。把我的手搬回来吗？我要怎么搬？我就只有这只手。哦，是是是。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路。这边应该可以过去。OK， 接下来我先举，我要先举高了。呀！有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哎呦哎！你在哪里啊？这边啊。我决定我要做一件事了。举得真美耶！丢！你根本就没有跳！这边需要两个轮，我来。哎，这边应该可以放一个东西挡住啊！这一个人要怎么玩？你应该过去那边吧？啊？应该有东西可以挡住吧？对。没有啊，石头吧？石头可、啊、不是过来、欸、那个吧？啊，我知道了啦，从这边过去啦。还要再从这边过去？哎、欸，我复原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哎、欸。你在哪？我已经我不知道我在哪哎、欸。那你在？你不会掉到？没有，我已经跳太多次，所以他好像让我不知道过到哪里去了。没见过的地方吗？啊、对。没见过的地方。对。哎、欸，你在这啊，在这啊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在这、欸，你往后看。啊？哦、啊，我刚从那边过来耶，所以他让我直接过关呢。我找到箱子了，太笨了。我们直接到这了啦。他是不是看我太笨了？哎、欸，我身体。哎、欸，这有一条捷径哎、欸。等一下。破啦！这有捷径，我去开一个捷径。我压这个，我要压这个。好。哎呀，来。可以吗？这游戏有所谓的捷径吗？不知道啊，这不然这是哪？哎、欸，我在练瑜伽，别用我。哎、欸欸，我也会。哎、欸，别学啊！行吗？那不行吧？可是这边有个东西可以那个、啊。
可以蹲那边要干嘛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啊，看一下。哎呦，这边有个铅球哎、欸。铅球要撞破什么墙之类的吧？哎、欸，上面是不是有个东西可以操控这颗铅球啊？要到最上层。最上层哦，嗯，好问题，我先跳下去。哎、欸，我也掉下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回到那个嘞。好了，还是要先破这边啊。那就去往前走。感觉他是要叫我们破这边。喂喂喂！哇哇！对啊，这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啊。救我！这可以直接跳。抓我的头，抓我的头！来 ，Human Fall。哎、欸，我得到了吗？哎、欸，掉下去了。这是什么？箱子要拿过来吧？哎、欸，不行啊！我要推下去。你先踩，你先踩，你先踩。不能动啊！哎，我踩着了。可是这样一个人要怎么玩？这个……哎，我看到，我看到箱子在哪？我看到箱子在哪了？哎，那边。我靠！所以看到我指的，你有看到我指的方向吗？我看到。嘿嘿，看我指那边。怎么上去？哦，这个。哎，跳上去。手举高高，看去。那我要往后吗？还是你动？你拉，你拉。这样。哎、欸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有单杠了！哎、欸，有单杠了！这有个单杠。爸、哦、爸，左边往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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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左。这边。对，有个黑色单杠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不要动。奥林匹克第一届，手举高，往前。靠北！换我挑战了，干我直接跳下来。郭总阿公，好。过来！我没跳啊，有我按着。看我直接跳下来。哦，有！再荡一下。哦，厉害，好厉害！哇、哦！全能体能王哎、欸，厉害的呢！哎、欸，掉下来了。拉过去，哎、欸，你有练过吧？来，我抓你脚、欸，过来、欸。箱子啊，箱子，一手抓着箱子。啊，要过去啊、哦？要把它送过来吗？啊，我的右手，我右手，好，我右手抓到，等一下，我右手。你又有用？我右手，可以，回去，走。我在那边接你。哎、欸，腰力很好哦。快，往回。太重了。好像太重了。这样会掉下去吧？太重了。走上面那个楼梯，那个楼梯，哦，好，我来，要帮我拉那个腰杆，腰杆，我来，你 是抬不动，我帮你啊，对，我右手有点没力了，我去推车子，越荡越高了，看又掉下来，掉下。哇、哦，这箱子是怎样？啊，这样怎么上去啊？这怎么上去啊？往上抬，哦耶，往上可以往上抬。啊，我掉下去了。等一下啊！啊干，这是哪里啊？我来。行不行啊？
可以直接跳过去然后丢吗？没事，你下，我要。Go！ 别了。哎，拿左边。哎呀，哎呀 ，Go！ 有。终于啊！这关好久、哦，压火星哎！我不知道我在哪哎、欸。嗯、啊欸。你哥不又跳到下一关了吗？你往下掉嘞。好。是有你有看过的地方吗？嗯，没有。有看过的地方？我在你后面呢、欸。我在你后面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后面。他在这里。在这啊。我已经过来了，哎、欸欸，你们在跳双人舞啊 ？Tango， 这又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可以往下。起动机。哎、欸。可是哎、欸、啊，拿这板子啊。两要一起拿吧。哦。等下另外一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不要走上。想抬轿啊？抬高。我实在是不太方便的啊！抬高！来！进来！另外一边！哦，厉害！哎、欸，别又压自己呀、啊！抢一下！你那边抢一下！我是装潢工吧？厉害啊！来，跳上来！我拉！啊，那你等下怎么上来？不知道哎。应该这样就可以了。谢谢你的头，借我踩一下。可以。哎、欸，干！我卡针，然后，看我整个变畸形，看就会掉下来。哇！你说垃圾，你的臂力太大了吧？你臂力超大的。Yes， 抓到了。啊！感谢你扶我一把。我是想推你一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杆子可以拿掉吗？可以蹲下吗？啊，我知道了啦，这边也可以当那个。会不会？你在干嘛？我把马推过去啊。这个当啊、欸，下面那个啦。这有个单杠哎、欸。不是，那个黄色那个应该可以把它放下去，拉出来。欸、下面有个玻璃啦。对。玻璃要把它用破吧。黄色那一。把它推下去，把它推下去。等要推下去，拉出来了，拉出来了，推下去吧，推下去啊！先拉出来，再推下去了。推下去！哎、欸，别推我！先拉出来这边比较好玩，先拉出来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哦，有了！啊哈！嘿。打开！哎、欸，有杠杆。来，第一号选手来了。断、欸、掉了。哎、欸，没扶到。这是要拉到最高处再跳还是怎样？哎、欸。看超智障，我看不到啊，超左的。不要，
直接当就好了嘛。那是不是有玻璃啊？你要把它撞破吧。哟，你过去了。哈哈，他又过去了。哎、欸，过了、哦。过了。有人过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有些地方感觉还没去过哎、欸。城堡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放掉了。我还没进去、欸，我这边好像就没玩过了。我跳掉了。啊？我跳掉了。哎呀，我在要钥匙哎、欸。我再要你一次。没关系，好了，先休息了。哦。休息了。这钥匙要怎么开啊？不知道，这边吧。砸他。砸他吗？那我先挂掉了。啊，拜拜。啊，拜啦。拜拜。哎、欸，真的砸掉了。哎、欸，可以。那、啊、我刚才砸都没有。我不知道。那、啊、这个怎么、欸？往前推。有了。往后拉。有了，芝麻开门。这锁也太重了吧。哦。哎、欸。该不会上杠杆员？还有投射炮哎、欸，这根该不会是要，哎，架一个桥吧？是不是？是吗？有那么神奇哦？哎、欸，是不是？这根杆子也可以架一个桥吧？哦，应该也可以，咱们直接跳过去好了吧？这根应该可以直接跳了。哇！干！哦！跳不跳得过去啊？过得去吗？过去啊，应该过得去啊，都变这样了。不行哎、欸，这跳不过去、欸。那就架把它架起来看看。你试试看。你试试看跳得好。我是没跳成功啊！一号选手，哎、欸、干！不行吧？好像不行。哎，盖桥！盖，等一下。有了！快！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。太是太重了，太重了。我上，那你踩进那边，踩进。我踩进那边，什么意思？掉下去。啊，不用了，白痴哦、喔，直接从那个就好了。你往后推。你说这边加一个斜的、喔。对啊。往上。不行哎、欸，太重了。不行吗？我试试看。太重了，推不上去。好，算，走另外一边，走这边。他感觉有很多秘密的地方哎、欸。他爬不上去，太诡异了吧？他、欸、是要爬窗户了。可是窗户要怎么爬啊？哦、oh. ，对面有东西吗？我试试看。我跳，可以吧？哦，有一座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赶快过去啦！哎呀，可以过来。哎呦，这边可以开、欸，这边可以啊。哇、哦，这边好大啊、哦！哎，你知道这里从这边就过来了吗？敢靠北，敢这什么粪便？这是要工程吧？哎，摆不上去啊，小哥的嘞。
还在往后推，往后推有个平台、欸。哎、哦，我知道，对对对对。该不要慢慢转吧？也太麻烦了吧。有点难，有点难，真的、欸。可以不可以？这游戏可以不要做的那么实际吗？拿小颗看看。哎、欸，小颗可以，可以可以哦，可以用到那么低、欸，可以用到很低的。大颗换大颗、哦，换大颗，换大颗的，换大颗的。等等等，我还没拿出来，还没拿出来。哦，再放回去，再放回去。拿先拿出来，先拿出来。好像白痴。那我帮你拿另外一边。推他推他。有，进来进来进来。有。大俩的。发射发射。呜。干什么好软的感觉啊。就是好像不够的感觉。好像还要再一颗哎。感觉应该要个爆破之类的啊。好麻烦啊。超大颗。好来。超巨大。来往上抬。悠悠。啊。悠。换你发，换你发射，换你发射，发射！看，来点爆破声吧，不、欸？没有。看，好吧。我只听到一堆鸟叫声、欸。这边感觉是有，这边感觉有东西耶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那边有个密道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看那个，这个很神奇的地方。先看一下这边呐、啊。这边感觉是个把它推倒的东西。是啊。行吗？不行、啊，太重了。太重了。我要用投石车撞。哎、欸，投石车会不会可以动啊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可是我好像不能左右旋转、欸。试试看、啊。它的轮子看起来只能前后。可以动哎、欸，可是没办法左右旋转吧，拉不动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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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什么？可以可以，我往右边拉，你拉前轮，拉左前轮，拉左前轮。你往左拉，你往左拉，我往右拉。有，我正在努力拉。有动吗？很重哎、欸，我这边拉不了哎、欸。有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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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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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干石头啦，石头挡住了，不然就是你那边在倾斜，更倾斜。那你推，那你推我这边。是，更倾斜。也有他动，他动，他动，这角度可以吧？没有，要再歪掉，要有点歪，要再过去，要再过去一点。好了好了，这边应该可以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哎、欸，解成就哎。什么成就？你把拉，你先拉，你先拉。你是有什么障碍？哦，再来，这个也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极限了吧？底了吗？没有，刚没有底。好、哦，发射！我总觉得有点歪啊。好像有点歪啊，再瞧瞧一下。再瞧，再瞧一下。
哎、欸，我在往后拉、欸，哎，没有，你往侧边。哎、欸，这样嘞？没有动哎、欸。你往那边拉。拉我拉了。你在我去这边，我去这边。有吧？有他有。应该有，应该可以。可以。发射喽！发射！发射！干！靠干！要往前！就从那个洞掉。差不多这样吧。差不多。啊！那石头、啊。转这个很麻烦呢、欸。石头、啊。不然我这边帮你转了。行不行啊？哎，转错了。我来。转这个各种翘楚哎。转吧。好了。填蛋喽。等一下，再往前一点好了。应该可以了吧？好了，发射了，发射。有了，哎、欸，干没倒，再次，啊、这是有多艰苦？对，这要拆这个也太麻烦了吧？应该是成就吧？装弹，再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要不要前进一点？对。好，发射，有了吧？干屁啊！干！啊，好累哦！我觉得我心已累了。干不行，都已经弄成这样了，一定把他打倒。干！哪一个大的？啊，大的、啊。你身后那颗比较大吧？身后，好，那就不卡。老师，给倒、哦，有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干屁啊！给居然，算了，走吧。啊，好累啊、哦，这個。走桥了，你有看到下面有个洞吗？感觉是个地道。有，看到了。哇、哦，好大、啊！感觉可以过去。拿那边。哎、欸，这边感觉可以过去哎、欸，这边。你说那个小床吗？嗯。是个密道吧？可以、欸，可以直接从这边过来。哦，这边要开里面的锁。哎、欸。这边有个锁也被上锁。这边来，开了。因为我刚刚破坏只是破坏这个墙吧。对啊。其实可以不用、就是，好，其实根本就可以不用开那个锁，也可以这样。它是很多选择可以过来了。哎、欸，没东西啊。没东西，这样。对呀，这边没东西。啊，门打开嘞。
往前推。哎，不行，有东西卡在门上吧？感觉要这边有那个、啊、木门栓，木门栓都卡住了。那就只能往上走了。Yes 啊！哦，这个会晃呢。呀！哦，到另外一边。谢谢，欢迎开门。上来了嘞，这边。哎，这边有东西吗？哦，没什么东西，没东西。你又浪费了我们的生命。没东西啊！哎，我直接开这个门。啊！要到底过来干嘛？拿掉了。不知道。芝麻开门。啊！房子里面有东西吗？欢迎光临！欢迎光来啊！啊，那个啦，那个啦，上面那个灯又可以掉吧？但我想爬窗户欸。里面没东西。林北就是想爬窗户。看好空哦。等一下，我再看那个可不可以上去。哦、啊，推那台车啦，推那台车吧。这游戏其实有点闷。这游戏完全没音乐。对啊。欸，好慢啊，好慢。这游戏为什么连个人声的音乐也不响？我帮你拿。卡住了，看到那个木棍，我把它抽掉。抽掉。你有什么障碍？请问一下。敢超难抓的，感觉喝醉酒的那种感觉。Let me do this. 他有烟囱哎，我想跳进烟囱。喂。然后嘞，就会解个成就哟。哎，看这烟囱下不去，靠嘞！嗨，哦吼！哦，从这边过来了，我来啦。我干，掉水里了。过来喽！看我可以直接到你那边吗？不想荡。可以啊，我把锁砸破就可以了。打破他的印象。但这个吗？看到你嘞。等一下，要怎么打破的？石头有石头之类的，有啊，先用石头砸，还是没办法破。还是。打不破，来一次。我找个石匠来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
还是他是某个角度有敲到，就是平敲、上敲、下敲，都试过了，敲右敲，猛力敲，开不了就假的。干真是假的啊，还是要冲刺楼梯跳起来跳咧，这也不能丢啊，那你刚才第一关怎么敲开的？我不知道他怎么，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敲开的。欸？敲不开，哎呀，哎呀，干，超难敲的了。还真是要钥匙啊，我去找一下看看。可他旁边摆一颗石头，他旁边摆一颗石头，代表就是要敲开啊。算了，我过来了。你太不可靠了。干，还是自己来。要过来了。这边房子里面都不知道干嘛、啊。不开，你敲敲看、啊。旁边，他旁边就敲放一颗石头。对啊，这个就是。真的敲不开、欸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要执着在那一个了。不要敲了啦！太神奇了吧！哎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呦。是哪？你还在敲？干，我是想把你敲开。我都走到另外地方了。干，真假的？干，那也太奇葩了吧！这个。
有蚊子，一堆蚊子啊！我靠！感觉这游戏差不多了。哇，后面没什么东西吗？对啊。一个很平静的游戏。超平静。嘿，哎，你看，这也可以啊，这么讲。嘿，嘿，不要啊！啊，钩子嘞？钩子不掉了，在上面。在上面啊！钩子就在上面。我靠！太动了，太动了！你要一起晃吧，你要一起晃。哦，钱。哦，哎呀，靠！钱。哦，钱。哦，钱，你要极限了吧？哎哎，我过来了，你过去了。呀！赶紧丢掉去。拔太上面了，这松鼠跑步机，应该是张钩吧？跑步机没办法动。哎，有人，哎呦！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没有啊，这板子扛给勾下来这样子。我现在在跑步，他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啊。干这游戏要是要多考验玩家。哎、欸，勾得了吗？还是爬上去啊？哎、欸。这样怎么爬、啊？不知道。它可以爬吧？哦，拉。哎、欸，很难拉。还是把它顶过去。看一下什么其他地方。那个跑步机是那个吧？那个绳子吧？好好看啊！哦哦，继续跑，继续跑，石头下来，石头下来，继续跑。哎、欸，你不用往后跑啊，你不用往后跑啊。其实他不是跑，他是要拉。拉？不要拉？我刚跑可以啊。是吗？是啊，一直往那边看，对对对对对。有吗？下来，再再跑，再跑。有，下来了。啊，我知道。钩子。动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是不是要跑上去一点，然后让他那个石头、欸……我知道，石头在上面。你让我上去，对吧？对，然后我把那板子弄下去。
对啊，这板子用下去要干嘛？你可以爬上来吧，你往后拉一点，你往后拉一点。我爬石头应该可以啊。往后拉，可是要那么斜，要可以走那么斜哦。哎、欸，看，板子下来。那不行啦！所以到底在干嘛？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所以我们到底在干嘛？我把酒扔下来。啊，石头，石头啦！可是自己一个人玩要……没有，这是闯双人啊。双人呢？可是不是可以单人的吗？我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烂上来。直接跳下去好了。直接上来吗？嘿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直接上来。直接不想管。我这有个溜滑梯耶。二楼好像有个溜滑梯耶。二楼？哪里？对吧？你在那就是溜滑梯嘛。哦。干，然后嘞？哈哈哈！我直接跳下去。那没东西吗？没东西啊。今天看起来不能过啊。那里吗？还是要拿什么东西？那里吗？啊，还是我把桶子推过去，我把桶子推过去好了。我回来了。嗯，你回来了。我刚想说旁边有个地方好像可以跳，其实也不用溜滑梯就可以过去了。啊，不是啦，那一根呐、啊，那根铁锹可以把这个，应该可以把这个撬开吧？哎、欸。啊，不然这边也看一看也可以。感觉它有个溜索哎、欸，有一个溜索可以过去。你等一下这里是怎样？有溜索吗？溜索。啊，要去那个塔。你左边有个高塔，上面有个溜索。再看一下。这一关太多东西了，没有，这是塔上不去啊。上不去。哦，那个塔、哦。是啊，那个塔。怎么上去啊？我没看到口啊。不知道。还是要把那个门打开。那个门。哦，那个门吗？哎、欸，那你过去看看，你过去另外一边看看。什么意思？过去另外一边？那边啊，你下那边，那边，你后面，你后面。是这个塔吗？这边我们来过吗？又、欸、回来这边啦、啊。这边我们来过了。又回来原先的地方了、啊。那、啊、不是那个塔啦。跟那个塔有个溜索哎、欸，这是溜索吗？嗯，应该是吧，不然他做这个要干嘛？做爽的。干的。这边啦，这边有东西啦。哦，哦，城门啦。城门鸡蛋糕，36把刀，干死的，干，跟着游戏，你先跳一次，
了。干，等一下。哎，你怎么掉了？不是，那是鞋子。完全看不清。你跳。不行啊，他刚好抓到边哎、欸。对啊。我是想说拿下面那个勾勾，然后把那个可以看可不可以撬开。他感觉是溜索溜过去，然后他可以掉到那个洞里面，有看到？是吗？然后他就从那个塔走出来，到那个旋转。那边有几个东西？我再跳一次那里。这里啊！啊，你在哪里？没有，这好像不是，应该不是这里，掉下去啊！另外一边你去过吗？这有个工程车哎、欸，哪里？我不知道你在哪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你家人嘞？这有个工程车，该不会是用这个工程车？那个门你有去过吗？你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这栋的屋顶上。我想我要跳到另外一边去。不行，这边。哎呀，没跳成功。再一次。你哪？自杀。弯腰。这个在投，想办法投机取巧啊。感觉要跳到对面、欸。对啊。我觉得要跳到对面。对面就是我们来的地方啊。是吗？对啊。你看那个钩子的地方。对。干。还是这房子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你看我在干嘛？你在哪？烟囱上。烟囱？我现在看不到你耶。哦呦，我看到了。人家拉溜索过去。掉下来喽！我想拿钩子上来。哦，那有可能。对啊。接着。行吗？我拉长一点。有，好像有。我走高一点。我拉到了。啊。有，拉上来。你看，给我撬开，我先自杀。但是你不是啊？那个钩子要丢到那个上面哎、欸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走，上去啊，走啊。上去吗？那我先上去。哦，你去上面接。对，我上面接。这不是单人游戏吗？没有，这是双人。
看你那什么剑法，你都挂了。你刚刚再去屋顶接啊？我正在上来，屋顶怎么去？从这边围墙围，他从这围墙上去。这是投机的游戏吗？对啊。看你的配色好丑、哦。拿着、哦。不行啊！他哎呦呦呦！我要掉下去，我要掉下去了！小心小心！干太重太重太重了！别这么重，所以你要接另外一边，不然我没办法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接另外一边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 ，hold 着 ，hold 着。我要掉下去！行吗？看我的两根食指好酸哦。好的好的，我的两根食指。你是用滑鼠玩啊？没有没有，我用那个摇杆啊。哦。啊，现在我要两只一直按着啊。快！你要接它的尾部。等一下，在上面很滑，很滑。小心，你接的时候你可能会往下滑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接。可以，我怕你会滑下去，可以吗？啊，有有，放开放开，我放掉哦。你放掉。行吧行吧行吧，有勾到吗？哦，勾到勾到勾到了，冲啊！抓抓！冲啊！这这你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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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啊！哟哟哟！哟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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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干进来奥雷，上不去吗？没有，上不去啊！是假的。哎，啊进来奥雷，没有地方可以走。没有啊。啊？啊？那我进来上。右上角上不去。那边可以去吗？我指的方向，那边可以去吗？我看不到你哪里啊！你抓上来啊！你抓到窗边，我指给你看。这边，这边。没有啊，这边是全没有上去的楼梯啊。哦哦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出来，左边可以走，左边可以走，左边可以走。刚才你进去的洞，对，你的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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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过去。太危险了吧！你只有 one shot。你只有 one shot， 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快上掉下去！有有有，你要你可以开门，你可以开门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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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超麻烦的。芝麻开门，耶！耶！看这个玩好久、哦。耶！芝麻开门，过来了，可以吗？有有有有，可以过来了。呜呼！不，干最麻烦呢、欸，这是最麻烦的一关呢、欸。要把灯勾过来。完全没抓到，嗯，完全没抓到，我也没抓到，这如果是真人，是不知道是死了几百次。
看一下站这边吧。抓到了！等我，等我。我拉过来，我拉过来，我拉过来。哇！我炸了！啊！上吧！往后，往前，往后。干，有点歪掉，有点歪掉了。哦，撞到啦！撞到了，超不稳的啦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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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应该 OK。他会撞到后面，跳！不行，我先跳，你来跳，我先跳。看。啊！我的手怎么左手又变成？等一下，左手，让我帮你整骨一下啊！帮帮我一下！哎呀呀呀！抓、哦！你跳过去啊！你直接跳过去好了。两个人好像太重了。哼。可这边没有机务档啊。走走走，抓那个风扇。我要去哪？我怎么样去哪？对面。对面哪里啊？哦。哦，过来喽！我靠。一起扶，一起扶。这可以撞吗？那感觉要用，一二。啊，好吧。不行，感觉超软，感觉在往上跳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旁边还有，看看房子，哎、欸，有板子哎、欸。板子上去吗？哎、欸，把这拿掉，把这拿掉。哎呀！跷跷板，这样吧。木头是不是再近一点呢、啊？再远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是啦，这个要那个啦，这个要
离中间一点啦、啊，它翘比较高、啊。等一下，我的头啊！你拿木板呢、啊？要旋转，旋转一圈啊！往你那边，往你那边。哦，你要转这边，好。看那木板不太是重敲。没有，我这边有。对。等一下，木头。啊那个铁的要拿过来哦，好像要压着。哇，干，这超重的，这超级重的。不行，我一个人抬不动。哎呦！咋咋？行吗？放上来了。你放上来跟我们现在离超远的。往我这边拉，往我这边拉。哎，等一下，往我这边推。我没有往那边推，我在往这边推。哦，真的是吹气的游戏。我这边抬起来。不要动！啊，我先弄好它，我在捡，不是要跨过去吗？等一下我跨不过去，跨不过去，我什么？等一下，你给我空间太小，干中间那个木头一直动，烦。可以吧？干楼要掉了，干！这样，我们好好扶着，有吗？有过去吗？我看不到。不行啊，我们这，我们他卡住了。我们要扶下面，那我来扶下，有，你调位置，住了。有吗？没有啊，角度不对。不过试试看。啊！不要动！不过因为我看不到。好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木头。干这游戏到底在干嘛？不要动！我没有弄。好人，好走开，走开。感觉还应该还可以啊。那边应该还可以。跳看。双手准备，不行。看，你跳看。我是觉得应该跳不过去，因为那个很高哎、欸。等一下。哎、欸，还是木板就往前推。现在桥。对。桥那个。你往前拉，你这个位置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这样顶住。他木板，这也太重了吧？这个顶住了。真的，那个下面那个，它快歪掉了。下面可能会歪掉哦。超歪，等一下，这根本就卡不住啊！这样可以吗？欸、一起拉这个。拉什么？那个铁砧啊！根本就拉不起来。你先把那个原木往前推一点，因为我现在拉不起来。有啊，推得了吗？放掉。超邪！哎，去哪里？看两个那个在干嘛？这游戏到底要折磨谁啊？哦，有！桥到，再往前推一点，我固定住。
欸，你踩上去，然后我再固定住。可以。看，这很重啊！我有点拉不太上去。有了，可以了吧？那我先，我踩着。干点歪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要下去，那上面呢？没有啊，上面有东西啊。这绳子可以抓吧？还是木板？木板？欸、你拿那个木板加在那个树干上。下聊。然后抓那个绳子，把那个，你踩，哎呀。掉下来不是，我说一根踩着那边。哎、欸，这样嘞、欸？哎、欸，这样抓得到绳子吗？不是往上爬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。哎、欸，你上去。哎、欸，靠呀，不行了。哎、欸，不行。真的是这样玩吗？哈哈，这样。哟，抓到了，哎、欸，卡住了，不行，可以，哎、欸，我要晃一下，我往这边晃，有啊，下，然后嘞，丢下去吧，你把丢下去吧，肯定是丢下去，下去，我先抓了水桶，哎、欸。下面超深的、欸，你掉到哪去了？下面超级深，一个很深的地方。我觉得可能要用那个秋千荡。不打油大吗？因为这边太深了。怎么在玩这个？在跟朋友玩啦、啊。啊，应该可以从上面啦，可以从上面。荡过去吗？有，我到最上面了。我慢慢走下去看看，有个石头。哎，喂，你这边过得去吗？我靠！掉下去了。不是这个会突然倒过来。掉下去就要重来啦，超麻烦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我这样怎么回去？好问题。还是我就直接跳下去了。哦，它连接到下面啦。就是如果你失败的话，应该是可以走的。哎、欸，失败。卡住了。石头卡住了。我这边还有地方可以上去。看现在这边的音乐怎么那么像那个放牛班的春天呢、啊？快！哎、欸，你呢？是你上来吗？因为这边好像要倒，用倒的过去。倒的过去什么意思？就是站上去之后，石头会倒一个方向。可以。你先从那爬上来。哦，哎、欸，所以这个不用。
是不用推倒他之类的？不用吧。看啊，一起过去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。好，一二三，哇！快上去！我没办法上来啊！我拉你！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一个很像，要过去了，一二三，一起跳，一二三，三。哇！终于到了！这把人丢过去啊！把人丢过去也是可以啊。到底哪种人类走路会这样啊？对啊，到底什么人走路会这样？没有骨头啊！上去啊！有吗？在干嘛啊？等一下用爬的没有？来了！干嘛爬山啊？去吧！爬山！抓住！抓住！哎！对了！哎呦！耶耶耶！死你啦！耶！哎！有个洞欸，是要把人丢进洞里啊？要再一次，感觉是要把人丢进洞。干我两个为什么会玩这游戏啊？我之前我就买过了，你知道吗？换我晃，换我上去，换我上去。发射。Go！ 其实他不会到那个洞。快到！进去了。你外面没有杆子吗？逃生！哦呦！喂，掉下去！Storm the gate， 石门。刚那个应该是那一关结束了吧？可是感觉还有一些东西没发现。走路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在干嘛。哇！一人玩一边啊？原本设定应该是一只手抓一边吧？也可以啊。是吗？感觉超难滑的。啊，就装个水。他怎么滑啊？怎么滑啊？缓慢些，超不好滑的。干，我觉得你在原地打转。我知道。拉着你。不要拉。有在前进，好吗？快到，可以跳船了吗？跳船。可以跳船了、啊，干，可以，我抓诀窍，有配乐了。那配乐都很
很清淡的、欸。对啊。换你。看这是那么简单啊？不是吧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要有一个人控制。走走走走。有吗？有在动吗？我被带着走，被带着，去那艘船吧，对面，前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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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又可以换船了。干变游艇，这个集距差太多了。这这，透过去吗？飞下去吧。我先看一下。要用用这个木杆推过去吧。啊，干杆的。就是那个是木杆，就是下面要放吧。嗯。放。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温馨啊？可是这个船，这个船就要开走哎、欸。移走啊？是啊。那先来移。就推出去就好了、啊，这个还不搬得动啊！哇！哎、欸，你看，啊？哎、欸，没事，木头跑出来了，我要推它吧？对啊，推得了吗？推得了吧？我在推了，你推，正在推了，有动吗？有，稍微动。我把一根拿走好了，再推，行吗？动吗？反正他没吃到下面的、欸啊。有啊。有吗？好像没有。再推，我们来一起推一看。我们来一起推一看。有吗？你有推了吗？是用杠杆把它挤过去啊。动了，动了。那是我在拖吧？那就是怎用拖的啊？是吗？没有，我说我用木头拖它。哦，把它卡住它之后，然后拖。但是两个一起拖，就会变成直的方向。好，等一下。等我们俩会互相卡到啊？还是一个人推后面，一个人推前面？不行啊！啊，他那个前面凸起，就是给他塞这个的、啊。我推看后面。啊。哟，大方向的动了。有点像杠杆原理的感觉了。左右动了。对啊。你先推。笑啊！你先推船。推船好像推不动。没有，我把它翘起来，你再推。
我只能这样顶着了。再来再来再推再推再推！有干大力士哎、欸！干我再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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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屁股快下来了，屁股快碰到水了，屁股！再推再推！你的要从你那边推过来了吧？好、啊，等一下。不知道可不可以推、欸？一起推，一起推。有，在动，在动，在动了。哇！下水啦！还给我爬上去了。荡掉了。你荡掉了。我荡掉了。那我再，那要不关掉再摇？我看你还在动啊。我荡掉了，我停住了。那你关掉了，你再点一次。邀我呗。邀了。Thank you. Oh, do do. 我来啦！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后面再推一下。有了。对，要下水了，下水了。有了，快上船了。船要不要走了？呀，我抓不到上面。哎呦，我上来了。哎，我又掉回来了。我上来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我刚上来，然后他就让我传送回来了。那你现在自杀吧，自杀。哎、欸，他不会让我升在船上哎、欸。那我去回载你，我回载你。OK。可以吗？干他干嘛多这个栏杆、啊？上不上来啊？不行，栏杆会卡住我。哎呀喂喂！快拉住我的头！手是用力啊！哎呦！干出航了！走喽！要往484又卡住了，真假的？应该转一转，应该它就出来了。我上船，好。这是红色是什么、啊？不是、欸。边界吧。看到，我知道了啦。这辛比较辛苦，你就要那个。这样就开比较快啊！如果你不用 CR 船，你就要慢慢滑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要挡我啊！怪游戏啊！几点了？2:30。好，2:30了。这是
这就一艘船吗？是假的，这么大艘？因为它上面有两个杆子，真假的？又是一艘船哎、欸！看这么大，越开越大艘啊！看，之后退。哦，这样前进的话就会旋转。哦。一人控制一边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边要拉平，右它是往右旋，要拉平。对对对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那往前开了。直接去临港。Cool。越开越大，全速全进啊！冲啊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是要停左边那个洞，还是右边的、啊？感觉是左边哎、欸，右边感觉下不去。那是不是要往这边拉？是要往回拉。是吗？拉中。有吧？有吗？有往左转了吗？没有吧？是你那边往前拉吧？这样吧。哎、欸，对，难怪他卡住了。好，前进。那我再一点，我再一点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哦。啊，前进。我会撞到右边，会撞到一点。现在还好了。好。右边应该是不会爆炸。哇、哦，看开大船嘞、欸！看帅。进着去。直接撞上去，哎，有了，停了，走吧，下船喽。要不要操纵那个货柜的那个吧？哎，感觉是哦。哎呦，有两个杆子，三个杆子。可是这个操纵要放进啊？不知道，看一下。哦，是不是要去上钩子啊？上钩子？哦，有可能呢。那我去上钩子啊！哎、欸，可是我要怎么上去啊？应该不是啊。哎，他自己就会勾住了、啊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他自己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他自己也没勾住。我这边也上不去啊。哎、欸，还是让我先抓住钩子，是吗？啊，你这样、欸，不行，它太高了，它太高了。啊，我再钩子太高了。哦呦，抓到了吗？哎、欸，我抓到了，往上升，耶、yeah! ！哦呦呦，我上来。啊，要拖去哪？那个啊，四周啊。你看，你可以把它勾起来。不是，我说货柜要。先勾起来再说嘛。哇，要过来一点，这个。好。哇。哎、欸，你是要勾这边吗？好，先勾那边好了。可以勾吗？
应该可以。干，好难控制哦。有有进攻，哎、欸，干、我掉下来了。可是女人也掉下去。干，这游戏到底是想要折磨我什么？哎，我粘住了，我脚卡，我脚卡在栏杆上了。啊，动不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上来看。还是卡住吗？还是卡住了，我看有没有把你拿出来。等一下，什么怪？出来。拉你！快啊！算了，我觉得这个游戏今天就这样了，这个游戏今天就这样了。好吧。没睡了，好了，休息啦，拜拜啦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关啦，晚安咯。